好，我们来听听看你们答案吧。第一题，第七组，嗨，所以你们觉得这个诗里面到底为什么大自然的美丽形式可以带给诗人这两个礼物？我们讲一下，第一个礼物就是让他可以感受到以前甚至不记得的那些小小充满慈善与爱的举动。第二个礼物是让他有一个心境去减轻对于世界无知世界的谜的这个负担，可以稍微减轻。所以这到底怎么做到的？第七组觉得呢？好，第七组有提到这首诗稍微前面一点有提到，田园跟都市的对比，找一下。这边，Oft in lonely rooms and mid the din of towns and cities, oft 就是 often，然后 din 是 noise 吵闹喧嚷。所以在都市城镇的吵嚷之中，I have owed to them in hours of weariness, sensation sweet。在这个时候，拜他们，他们就是大自然的美丽形式，拜他们之赐，在疲劳的时刻，我得到甜美的感受，以此，然后接下来就是就像题目写的，所以第七组觉得这个大自然能够给予诗人这样的礼物，是因为。城市中没有大自然，所以是拜去参访大自然的时候，他等于是把这些感受跟着他带回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不一定是想起，但是可以感受起来。好，谢谢。然后，这题有给其他组别吗？好像没有嘛，只有第七组嘛，你们孤军奋战。好。那所以带来的第一个是，也许以前有做过一些慈善的举动，但是不记得，但是感觉还在。第二个是面对这个无可理解、不可理解的世界，就是第七组提到是工业革命之下吵嚷的世界，到底为什么会变这个样子？这个大谜团虽然没有解答，但是至少可以减轻那个负担。burden 就是 burden，t th 就是 d。可以把这个负担减轻一点，所以呢，大自然没有提供解答，但是可以提供缓解。好，谢谢。其他组别有想法或要补充的吗？或者是要提问吗？好，我们看第二题，第六组，诗人在两个人生两个不同时段跟大自然的关系。你们会如何去描述？第六组说，好像第一个时期就是他看到什么就直接就是享受什么，或者他诗人的话就是写把什么东西写下来，是一个直接的体验。但第二个时期，也就是现在，他好像会比较有一段距离，好像会有一种反思或是沉思，会有一种心灵的处理，不是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或是看到什么就。
就是体验到就结束了，后面还有一段。这一题我们也有请第二题去思考，第二组的题有请第二组去思考。第二组，有想法要补充吗？或是你们也许有不一样的答案？有吗？没有，摇头摇头。OK，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原诗。这边最后一行， Though changed no doubt from what I was when first I came among these hills. 所以比起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想必是改变了，因为我这个人已经不一样了。这个 when 就是当时的，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当时 like a roe 像一只鹿一样， I bounded over the mountains by the sides of the deep rivers and the lonely streams wherever nature led. 我在山丘中，然后在深河边，然后在孤独的溪流那里，随着大自然带我到哪里，我就奔腾在哪里。Bounded 是奔腾的意思。More like a man flying from something that he dreads than one who sought the thing he loved. 更像是一个逃离自己所恐惧的东西的人，而不像是一个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东西的人。所以虽然好像在体验自然，但是好像是一种被驱使，好像不是那个表现方式，好像不是出于爱，好像是出于恐惧。有点像是比如说怕体验不完，或是怕会错过什么。相信你们有过这种感觉吧，比如说在赶看影集的时候，你怕来不及看不完，赶快看，中间看到什么都不记得。For nature then, 我们跳两行。To me was all in all, 那时对我来说，大自然本身就是一切了。所以就像第六组讲的，就是体验到什么就是什么，非常直接。然后下面他举了几个例子，譬如说，这个是77行后面 ，The tall rock, the mountain, and the deep and gloomy wood, 深而阴森的树林 ，their colors and their forms, 颜色跟形式。Were then to me an appetite, 对我来说像是一个胃口一样，想要把这胃口填饱。A feeling and a love that had no need of a remoter charm by thought supplied. 这感受，这爱，无需思考或思绪所带来更遥远的这个迷人之处，就是刚刚讲的嘛，体验到就是体验到了，不用另外加思索，不用提供另外的吸引点。Nor any interest unborrowed from the eye, 也不需要借由眼睛以外的东西得到的兴趣。所以就是看到就是重点，没有一些其他的感想或感受。That time is past.那是以前的我，是这那个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跳88行后面。For I have learned to look on nature, not as in the hour of thoughtless youth. 我已学会不是以年轻无知的时刻那样去看待大自然。But hearing oftentimes the 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 而是时常去倾听人类那静谧而忧伤的乐曲。Nor harsh nor grating, 这个句型第一个 nor 我们现在会说 neither, 所以这个乐曲既不刺耳也不令人反感。
though of ample power to chasten and subdue. 即使说这乐曲有足够的能量可以给人教训，给人制服，就是把人压制。开始有点抽象了吼，人类静谧而忧伤的乐曲。所以这个不是思考来的嘛，这是感受来的。你听那个古典乐、爵士乐，这不是用思考的嘛，是一个直接的感受，是一个直接透过情感的一个感受。但是你在听乐曲的时候，你大概不会去想到人类吧？人类这部分就是诗人思考加上去的。他觉得大自然给他的感受，等于是以一种忧伤的音乐在，不是歌颂啦，在为人类配乐吗？如果你还记得，上一题有提到，第一题有提到跟都市城镇的对比。如果工业化是人类既定的历史轨迹，那对华兹瓦斯来说，这是多么的可悲。所以他在逃离到大自然之中，大自然，他在大自然之中去看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他就感到一阵忧伤的乐曲。有点像是说工业化不是我们人类真正该前进的方向，所以是忧伤的。而且他有足够的力量去给人教训，然后把人制服了。也许你原本对于工业文明很乐观，但是你去大自然参访一阵，你就可能就会改观嘛，可能就得到新的启发。即便如此，但是这音乐本身并不刺耳，并不难听。有时候就是说什么学到一课了，这个学习过程很痛苦，很排斥。但是华兹瓦斯说，大自然不是这样子的，它不刺耳，也不令人反感。我们继续看，这是93行后面。 And I have felt a presence that disturbs me with the joy of elevated thoughts. 我也感受到一种存在体，或是一种存在，这个存在以更高尚的思绪的快乐来惊扰我，来打扰我。所以原本只是处在大自然中，然后觉得人类完了，但是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大自然提供给他更高尚的思绪。这个就把这种大自然给他的思绪比喻成一个外在东西，所以不只是你在大自然中，大自然还对你有一个影响。A sense sublime of something far more deeply interfused. 这个 joy, 这个快乐呢，同时也是一个更壮美的感受，对于有更深层结合东西的东西的一种感受。 Interfused 就是彼此之间有深层结合。今天比较相关的单字是 infuse， 譬如说注入、注射，那个是单向的，但是 interfuse 是双向的，人跟自然之间的深层关系。那他说这是一个 sublime sense， 一个壮美的感觉。壮美是什么？ sublime 根据华兹华斯当时的说法，就是当你看到一个高山，当你看到一个就是强大的瀑布，你觉得很美，但是你近距离看也有点可怕，有一种这东西远远超过人类理解与控制范围。我们其实去大自然常常就是习惯去想说，哦，这个树可以爬，然后那个药草可以吃啊什么的，那个鸟很可爱啊，可以拍照啊，但是你看到有壮美感的东西，你会突然意识到大自然是无法由人类控制的。这是华兹华斯的说法。所以更高尚思绪给他的快乐，这个快乐也是一种壮美，这是人无法控制的感受。
所以大自然是一个外在东西，比人类更大的东西。但是这感受本身也是跟人类深层交织的。而这个存在体呢， whose dwelling is the light of setting suns， 居住在日落的阳光里。And the round ocean and the living air and the blue sky and in the mind of man。 所以在阳光里，在海洋里，在空气中，在湛蓝的天空中，同时也在人的内心里。大自然虽然比人大，但是不是人以外的东西，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一百行 ，a motion and a spirit， 这存在体又是一种移动，又是一种灵魂 ，that impels all thinking things， 驱使所有会思考的存在体 ，all objects of all thought， 也驱使所有被思考的东西 ，and rolls through all things， 在所有的存在体中滚动。所以大自然就是无处不有，无处不是大自然。这个是他现在回来参访大自然得到的感受。这很明显跟一开始直接体验差很多嘛。直接体验就是你看到瀑布很棒，但是这种更深层体验就是你看到瀑布很棒，但是又很可怕，然后你又开始想说，这个瀑布感受我可以随处带着走，它就在我里面，也代表说我也在它里面。我们人跟自然彼此交织，我因此感受到更高尚的东西，称之为大自然。然后因为有这个大自然，才能驱使所有万物的运行。不知道该说他是天才还是他可以笑了。好，所以这个是第二题。好，其他准备有要提问或是要补充什么吗？好，我们进到第三题，这首诗为什么要提他姐姐？第四组，你们觉得呢？第五组，你们觉得第五组说，诗人好像是把他姐姐当作一种就是安全感的心灵寄托，然后为了他姐姐向大自然祷告，这个意思吗？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这个答案有两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就是提到他姐姐是要为了他姐姐向大自然祷告，然后答案第二个部分就是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他等于是要给他姐姐一个心灵寄托。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来看诗里面是怎么讲的。还没签到单哪里？好。
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再看120行好了。其实可以再往上一点，119行后面。Oh, yet a little while may I behold in thee what I was once, my dear, dear sister. 啊，再让我多看一会儿，你身上有我曾经的样子，我亲爱的姐姐。所以，马上我们看到他虽然提示他姐姐，但其实他看到的是以前的自己。And this prayer I make, 我如此祈祷, knowing that nature never did betray the heart that loved her. 我祈祷是因为我知道大自然从未背叛深爱着她的心灵。所以她到底祈祷什么呢？我们可以往下跳。在这边134行 Therefore, 好，他要开始祈祷了。Let the moon shine on thee in thy solitary walk. Thee 就是他，thee 就是 you, 然后 thy 就是 your. 所以但愿月亮在你独步时照耀着你。And let the misty mountain winds be free to blow against thee.让山峦里的风自由地向你吹来。And, 重点来了, in after years, 日后, when these wild ecstasies shall be matured into a sober pleasure, 这些狂妄的身外体验成熟成一个清醒的乐趣。When thy mind shall be a mansion for all lovely forms, 当你的心灵是所有可爱形式的住所 ，mansion 当然是大厦嘛，就是它居住在你心灵里。Thy memory be as a dwelling place for all sweet sounds and harmonies, 当你的记忆。成为所有 美好声音与和谐的居所。Then, 到那时候, if solitude or fear or pain or grief should be thy portion, 如果你到时候遭受孤独或恐惧或痛苦或是哀悼, With what healing thoughts of tender joy will thou remember me? 到时候你会以如此疗愈的思绪和轻柔的快乐想起我。Wilt 就是 will. And these my exhortations, 同时也想起我的祷告。所以他后面还有很长，我们就先不看。所以他祷告的内容是为他姐姐祷告，没错。但是为什么会想要为他姐姐祷告？是因为他在他姐姐身上看到以前的自己。这是他姐姐第一次来嘛？这是他本人第二次来，所以等于是看到以前的自己。然后他祷告的是什么呢？就是但愿大自然一直照顾你嘛。就是月亮一直照着你啊，风一直向你吹来啊，带给你一个清醒的快乐。然后未来遭受痛苦、孤独、哀伤、恐惧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因想起我以及我的祷告而得到疗愈。因为就是诗人本人带他姐姐来嘛，所以这个参访大自然之旅，整个就跟大自然、人。和这些哲思都绑在一起的，所以他虽然是为他姐姐祷告，但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在祈许吗？因为他如果是为如果他姐姐是他以前的自己，那
他为他姐姐祷告，也是在为他自己在期许嘛。就是他讲说姐姐未来痛苦的时候可以想起，然后得到疗愈，其实也在讲自己嘛。自己未来遭到痛苦的时候，也可以回忆这一段参访过程，然后得到疗愈。所以为什么回到这一题，为什么需要把一个姐姐放进来呢？因为光是自己的话，他可以回想以前的自己，可以想象未来的自己，可是那都是他自己回想跟想象。如果另外一个人 也把他放到诗里面的话，那就是真正眼前有这个人，然后就可以有一个实际的标的去抒情歌颂祈祷诸如此类。就如果他只是写说我期许未来的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就听起来有点弱。但是如果他说啊，姐姐但愿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其实暗中在讲自己，那个力道会比较强。好，所以我们感谢第五组，其他组别有没有要补充或提问的？好，第四题，第四组这首诗为什么使用这么多的重复？你们觉得呢？好，第四组说这些重复好像主要都是强调作用。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读的时候有注意到重复的地方吗？第一行就有啊， 5 years have passed, 5 summers, with the length of 5 long winters. 所以不但五年，还五个夏天，五个冬天。 And again I hear these waters rolling from their mountain springs with a soft inland murmur.Once again, 所以再次我再度听到这些山泉的水的蝉声，然后我再一次，第五行在讲什么 ？Do I behold these steep and lofty cliffs? 再一次又看到这些山崖悬崖，所以已经不断在重复了。第四组说有强调作用，是有啊。如果 again 嘛，我又回来了。然后他后面又说 once again, 我又回来了，加强印象，让你这个真的有感受到这是一种归来。他不只是说哎又来一遍，而是这个本身也是一个重点。所以这也是有其中也是这个原因。另外也许还有两个原因吧，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首诗结尾就是在祈祷。所以其实他虽然他中间有很多哲思，但是其实他的形式比较像是在赞颂，是一种颂歌，所以他的重复也有这样的感觉。同样的字词不断重复，有一种音乐性，有一种可以说超越单纯的哲理思考层面。他就后面也有讲嘛，什么人类的什么静谧而忧伤的乐曲，虽然也有可能是透过诗文字的重复，希望能够带出类似这样的音乐感。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那我要找一下。有时候如果你重复使用的很好，可以衔接两个遥远的点，把它衔接起来。怎么找不到了？我昨天读的时候还有看到。好，所以譬如说这里，他说 again 嘛，然后 once again 又看到这些景观，然后下面又就讲他
所再度看见的景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到了第十四行又来了 once again， 他这边重复等于是让你想起他上面在讲的这东西，对不对？ once again 位置也很接近，重复的字一模一样，这告诉你说这两个景观是同时体验，它不是我们阅读是线性阅读，但是它的经验是同时性的。所以他再一次看到什么悬崖山壁，然后再一次看到树丛，诸如此类，都同时的。所以这种重复也可以等于是切断时间的线性，可以制造一个同时感受 的效果。大概就这样吧。其他组别有要补充或提问吗？OK， 第五题，第三组，你们觉得这首诗是在讲自然吗？还是他可能在讲别的东西？你们说呢？好，第三组说确实有提到自然，但好像自然只是一个发端，他在自然之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啦，看到了一些就是什么大自然的奥妙啦，然后也得到一些心灵慰藉，希望也可以带给他姐姐一些心灵慰藉。所以 Is it about nature？ 某种程度上来是，但是也许如果这个 nature 是大写的 nature 可能比较精准，就是不只是大自然，而是一个另外存在的一个大自然这个存在体。这题也有拿去问第一组，你们有其他想法或是要补充的吗？没有 ，OK， 你们也很同意第三组的想法。好，所以如果我们把大自然只是想成啊，可以去森林浴一下，那这首诗讲的不是这个自然，它讲的是那种心灵疲劳受创的时候去深山里面就是静坐八个小时得到那种疗愈，他讲的是这种大自然。 OK， 所以今天讨论这五题有其他想法或是要提问的吗？这首诗不好读，但它是浪漫时期的代表作，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再慢慢品尝。好，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就是要介绍下一个文学时期。我们来发一下讲义。
好，这份讲义我们就用到期末。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介绍的文学年代，叫做维多利亚时期 ，The Victorian Era， 它是以维多利亚女王取名。浪漫时期是工业革命的起端，维多利亚时期是工业革命的盛世，它同时也是英国帝国的兴起。英国作为世界霸权，就是从维多利亚时期奠定的。那虽然是以维多利亚女王起名，但是其实她本人1837年才登基，在那之前已经有几个重要事情发生了。1830年，第一个公家铁路开始营运，以前有比较短暂规格不同意的私家这个铁路，但是公有的是1830年开始。你知道铁路规格不同，换车很麻烦。以前苏联用的铁路规格跟西欧不一样，所以冷战结束后，东西的那个衔接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公有是铁路很重要的元素之一。1831年，英国国会正式变成国家主人，以前都是国王嘛，国王说了算。但是之前应该有提过，今天英国的主权也不是人民，而是国会，是国会说了算。1831年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威廉四世，他很反对国会提出的修法法案，但是当他想要就是采取阻挠的行动的时候，他发现他走在路上开始就是被人什么丢洋葱啊、丢菠菜啊之类的，然后就是人民都非常不满意，英国国会议员也不听他的，就是他们就是觉得这法案很重要，应该要通过，也不管国王怎么样，还是就是通过了。所以我们就以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当做英国主权正式就是转换的那一年。威廉四世其实他还不认账，1834年他又想要就是违反国会意愿，想要任命少数党的领袖作为首相，但是被任命的人一上台发现他是少数党，他在国会任何法案都通过不了，他立刻辞职，所以呢主权正式变成国会主权。1832年通过第一次投票修改法案 First Reform Bill， 讲的是投票权。以前投票都必须要有地有钱阶级才能投票，但这个投票改革法案让中下层的男性也有投票权，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有地，你只要付得出投票费你也可以投票。那英国地有限嘛，地主不是很多，所以这个改革法案立刻让更多男性有投票权，即便最穷的还不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付得出那个投票费，应该不是投票费，应该是说有缴交所得税的人，有缴交一定所得税以上的人就有投票权的男人。所以下一行就有写啊，这个时期女性有渐渐得到一些权利跟法律保障，但是投票权例外。所以譬如说可以去就业啦，或是可以拥有私人财产啦，诸如此类的。1837年维多利亚一世登基。1847年如果你还记得浪漫时期其中一点是大众小说盛行，维多利亚时期更是如此。以前浪漫时期小说还被视为比较不入流的文体，到了维多利亚时期跟诗是平行的，两个都一样重要。所以你就有知名小说像是简爱 Jane Eyre， 或是咆哮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都是1847年出版。1850年共产宣言以英文出版的，原文德文是1847年。工业革命我们看过带来很多问题，马克思
虽然是德国人，他当时人在英国，然后所以亲自见证了英国工业革命这个龙头国家的发展，他就深深觉得中间有诸多的经济学上的矛盾，所以他写了很多分析作品。那《共产宣言》它就不是一个分析作品，它是一个宣言嘛，它等于是把之前的想法跟推论跟分析以口号的方式写成一本简短的书。那简短所以好懂，所以发给大部分的人能够识字的都看得懂。所以《共产宣言》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分析力量，而是在于它的宣传效果，让人知道说确实有另外一派说法比较支持工人的权利。1851年伦敦举办了世界博览会。世界博览会你们应该还记得五年前大陆也举办过一次吗？世界博览会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制度，它就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觉得啊我好强，我想要炫耀一下，它就可以办一个世界博览会，然后邀请全球的国家参与。基本上呢，有多少国家愿意参与，你就看得出来这国家有多强大。第一次世界博览会是英国1851年举办的，它就是工业革命很强嘛，制造了很多的新的玩意儿，他就想要来办一个博览会来展示给全世界。所以一是工业革命的成品，但是另外也展示了他身为帝国在各个殖民地跟领地搜罗到的一些猎奇的东西。我们现在讲是掠夺啦，殖民掠夺，但当时 单纯是觉得说，哎，我们统治之下有各式各样的人跟族群，他们各有他们的不是独特的地方，就是奇怪的地方，然后就全部展示给全世界的拜访的人来看。1851年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为英国帝国的巅峰。在这个时期我们等一下会看到19世纪越接近尾声，帝国越来越颓败，开始分崩离析，我们下面会讲。1854年狄更斯第一本小说《艰难时事》出版了。狄更斯应该是英国最知名的小说家，狄更斯或是珍奥斯汀这两个。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写一些中下阶层的就是困境，而且呢这个时候的小说真有够他妈厚，就是那种英文叫做 triple decker 三层小说。他是讲 triple decker 原本是讲公车，三层公车小说这么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还记得浪漫时期有读众大众读物报章杂志，所以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他们不是出版，他们是连载，也就是说小说写得越长连载越久，钱稿费赚得越多。所以真正成名的小说家他们为了养家活口，写的句子又臭又长，写的剧情非常就是杂乱多分支，然后所以就是最后写完之后集结成本出版的时候就变超厚。 Triple Decker 三层小说另外一个称谓是 Door Stopper， 可以当门挡。所以如果你想读狄更斯小说的话，建议你们慎选，不是随便一本就是可以直接读完的。尤其刚刚讲句子也很臭很长，你们应该听过什么什么，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句吧？这一句其实不止这一句，它整段是一句，我背不起来。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然后后面就是分号，然后又来一个对比，分号又来一个对比，一路下来大概有20几行。那本是从狄更斯双城记 The Tale of Two Cities 的第一句，可见狄更斯的影响多深远。另外有趣的是狄更斯本人不只是写手，他也是表演家，那个时候很流行作家巡回演出，不是说像现在你去书店可能有个作家稍微读几页然后来接受提问，而是真的会有一个舞台，然后他本人就扮演他要读那一段的各种角色，然后真的演给你看。
当时有报道说狄更斯有时候巡回演到就后来整个人就是疲劳崩溃，他非常认真。1854年，同时也出版了一首诗，叫做《The Angel in the House》家中天使。这首诗虽然本身不是很有名，也不是一首很好的诗，但是它的保守象征意义非常的强。现在这个西方所谓传统妇女节操的概念，全部都呈现在这一首诗里面。Angel in the house 就是说，良家妇女应该乖乖守在家里，然后呢，好好照顾先生，好好照顾孩子，然后让家里是一个避风港，可以让外面上班疲累的男人回来得到疗愈安养。这些概念。所以后来20世纪女性主义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拿这首诗当做保守派的象征，然后去攻击里面所有这些传统的想法。所以这首诗你不想读没关系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诗名 The Angel in the House 家中的天使。1857年，英国国会掌管印度的治理，在这之前原本是东印度公司来掌管。东印度公司是1600还是1601年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成立，然后后来渐渐就是除了贸易以外去印度贸易，然后觉得印度中介商做得很烂，就自己掌管，然后一旦掌管就开始就是扩增，到后来整个印度都是这家公司来治理，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货币什么什么。到了1857年，英国觉得国会觉得这样不大行了，应该还是由国家治理，所以就把主权拿回来了。从此印度变成正式的英国殖民地。所以讲到殖民地，讲到帝国，就可以讲一些促成帝国成长的一些元素。这个时期是铺跨洋电报线的年代。以前你要跨洋联络，你必须要写信，然后等那个船把信带过去，然后人家看到了回信也要等船带回来。但是有了跨洋电报线之后，电报是光速，所以跨洋通讯变得快很多，整个帝国从这一端到那一端都可以迅速的联系。Empire 就是帝国 ，Global Trade。这个是帝国的起因，也是帝国的目的，也是帝国的结果。为了全球贸易，为什么帝国那么重要？因为英国是一个小岛，资源不多，但是一旦全球扩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拿资源卖给那个地方，然后把那个地方的成品拿来销售给国内。所以世界贸易其实是一个帝国产物。那有了世界贸易，全世界的就是珍品、猎奇、制造品都可以在英国国内买到，促成了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我们今天非常盛行，也许你不觉有意，但基本意思是说以购物为乐，就是消费主义。不是说因为你需要，不是说因为就是你要送人，单纯是你买的过程觉得很享乐。东西是什么不是很重要。就是因为帝国带来全球贸易，然后促成英国本地的人什么都买得到。那有公司在制造，他们就必须要有人去买，他们才赚钱嘛。消费主义因此兴起。所以呢，有了跨洋电报线，有了帝国，有了全球贸易，整个英国帝国的人民各种资源都有了，各种可能性都开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人，他们的基本时代精神是充满能量、充满创意 （ingenuity）。ingenuity 跟 creativity 不大一样、哦、，creativity 的创意是像写诗啦、绘画啦。Ingenuity 是像创业啦、解决问题啦这种创意。Optimism 充满乐观，至少这个时候充满乐观。等到帝国开始颓败之后又变了，但鼎盛时期是充满乐观的，无所不能。相信进步主义史观，然后也相信功利主义。
很多英国人当时觉得说，我们统治其他国这个地方，不单是要他们的资源，我们还要让他这些当地人变得文明，要好好造福我们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些人。因此起的就是叫什么功利主义，不是功利主义啊 ，utilitarian 怎么中文是什么来着？是功利主义吗？就是什么牺牲少数成就多数那种感觉。全球人这么多，殖民者的心态就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照顾，我们就尽量照顾多数，让最穷的人可以起来，让上层的人懂得法治。然后在这过程中呢，完全忽略甚至泯灭当地的文化跟传统。这个也是英国进步史观的一部分，他们觉得只要全世界可以跟英国一样美好，世界就进步了。但尤其是后面这两个，到了1859年受到严重挑战，因为1859年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缘起》。物种缘起最让人震撼的点是，人的起源，达尔文说，不是像圣经那样讲的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的起源是从猴子、猩猩演化而来。这个对当时的人造成非常大的震撼。然后同时让他们意识到，原来有所谓的史前史，自然史不是由人类历史文明记载开始的，人类出现之前还有更广袤的一段历史有待人去探索。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启了一些新的科学领域，生物学，因为演化论，地质学，因为地壳变动，历史，就刚刚提的嘛，还有很广袤的史前史去研究，还有数学。数学这个比较奇怪一点，当时的人开始发现不只是有实数、复数、虚数是这个时候发现的，还有各式各样就是奇妙高深的数学领域，从这个时候开始被发现。你们觉得数学是被发现还是被发明？这个也是当时的争论之一，数学到底是人去制造的呢，还是人去发现不变的定律？其中有一个人很反对这些新的数学领域，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 Lewis Carroll。 他写这本经典童书一开始其实目的是要讽刺当时的数学进展。他说，你看这些所谓新的数学多么荒谬，就像是进入一个倒因为果，一个大的比小的还小的一个世界。所以他写成《爱丽丝梦游仙境》是为了讲这件事情，殊不知后来变成很多小朋友最爱的作品之一，真是适得其反啊。1870年义务教育，本来就有义务教育，但是1870年下探到孩童的年纪。这个是来自普鲁士，就是当时的德国。德国那个时候才刚刚统一，要富国强民，所以俾斯麦克这个制定了义务教育，然后英国就从这边学过来的。所以现在不但是大众都能识字，而且大众必须要识字。所以读众扩大了，就有连载小说 serialized novels， 也有申论文章，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社论。当时不只是报章杂志而已，还会出书，还会就是有巡回演讲。当时的人非常喜欢去听一些新知或是一些新的想法，进步史观嘛，懂越多进步越快。而且还有一个新的诗的文体叫做 dramatic monologue， 戏剧独白。它名字虽然叫戏剧，但其实它是诗，它不是戏剧。戏剧独白就是这首诗是以某一个角色的观点去写。如果你还记得以前我们之前读的诗都是诗人啊，或是诗人发明一个说话的人，没有一个刻意的角色，除了那个桑莱诗有几个什么恋人的关系，但是这边的角色是可能取材历史，可能取材神话，可能取材古诗，借由这些角色的观点去写一个事件或是一个关系。
我们下一周就要读两首，一首是我等一下讲，那一首是田尼逊写《尤里西斯》，就是《奥德赛》，奥德修斯。然后另外一首是 Robert Browning 写一个历史人物，的对他老婆的感觉。1878年，英国通电，以前都是靠煤油灯、蒸汽力、马力。但终于到1878年可以把这些各种不同的力转换为统一的电力。少了煤油灯之后，其实英国的空气污染也好很多了。虽然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空气还不是很好，但是至少有好一点。1886又有另外一本经典作品问世，变身博士。中文叫什么？变身就是他白天是一个医生，然后晚上变成一个就是杀人犯，然后就是人格分裂，不知道晚上会变另外一个人，晚上的人也不知道他白天是什么人。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这后来好像有变成日本动画。这个作品非常有象征意义，因为进步史观遇到了演化论跟一些史前史的冲击。遇到了接近十九世纪末帝国殖民被殖民者的反抗，帝国逐渐瓦解颓败，人们对于进步史观也开始有了反省。变身博士就是这样的概念，表面好像是进步，可是深层的是不是有一些比较黑暗的势力正在兴起，对不对？他是个医生嘛，医生就是最什么造福人类啊，然后要读很多书进步史观的代表，可是他的反面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下一行就这样写嘛，一个反叛中的帝国，还有世纪末的美学主义，这是从法文来的 Fin de siècle， 就是世纪末的意思。 Aestheticism 美学主义或是唯美主义，就是美感至上，什么哲理进步啦，那不重要了，美才重要。因为这样的历史的转捩，所以到了世纪末，兴起的是唯美主义。代表作有1890年的舞台剧喜剧，两个，一个是王尔德 Oscar Wilde， 另外一个是萧伯纳 Bernard Shaw。这两个人都是爱尔兰人，这也很有意思啊。爱尔兰是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结果现在到了世纪末帝国颓败的时候，代表作居然是两个爱尔兰剧作家写的。1895年，卢米叶兄弟呈现了他们的第一部短片。电影是1895年发明的。听说第一部短片是火车进站，然后当时在看的人没有看过这样的会移动的画面，甚至觉得好像火车快要把他们压过去了，快进站的时候大家逃跑。这个其实是穿凿附会的，就是你跟人家讲电影起源，人家可能会跟你讲这故事，但其实不是真的啦。电影被发明之前，它不是真空发明的，那个时候已经有什么类似像是漫画，有没有快速翻阅，它就好像有移动的感觉，或是可能就是会在一个卷轴上面放一些连续画面，然后你卷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在移动，所以当时人们知道画面是可以移动的。一旦你只是跟他们讲说，哦，我们这个只是把那个胶卷播放的速度变得非常快，所以你看不出来一个一个的画面，当时的人是懂的，只是说很新奇。然后维多利亚时期，在1901年爱德华七世上登基的时候作结。所以我们回顾维多利亚时期，我们看到的这些历史发展，工业革命全盛时期造成中下阶层也有就是新的福利，造成文学文化也去探讨什么进步史观、性别地位，还有工人的生活困苦。工业革命带来帝国扩张，新的资源、新的贸易可能性、新的哲思，科技与进步史观的关系。但是，一旦帝国被殖民者开始反叛，
这个风向变了，人们也开始反思帝国究竟真的都是好的吗？还是我们其实内心也有一股黑暗的力量，以至于到最后比较盛行的文学作品居然是以前被殖民过的地方的人写出来的作品，而且不是什么严肃探讨，都是一些搞笑喜剧。好，所以这个时期的发展有想提问吗？好，我们下礼拜会读两首诗，你们可以翻接下来两页。第一首是Tennyson， 他的名字是 Alfred 逗点 Lord Tennyson， 田尼逊是他的爵号，但是我们现在都是以他的爵号称之。Tennyson 是维多利亚时期最知名的诗人，但是他不一定是最好的诗人。他曾经当过英国桂冠诗人这个职位，就是国家诗人的意思。他的诗大部分都是喜欢讲一些什么亚瑟王啦，然后中世纪一些传奇啦这些题材。我们现在读起来会觉得有点，他大部分的诗现在读起来会觉得有点单调，但是我挑的这首 Ulysses 这首还是蛮有力道的。这首诗在讲奥德修斯，他回到老家了嘛，然后安稳的过了下半辈子，人老了。这首诗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老头子了，在回忆起当年的英勇事迹，然后最后决定把当时的一些手下水手再集结起来，一群老人再次出海。即使说其实奥德赛最后面他的水手都死了，不知道哪来的水手。但诗就是这样子。第二首我们看再翻两页，1125页。Browning， 这诗人名字是 Robert Browning。他在文学史上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怪人，做一件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很没礼貌。喜欢他的人很喜欢，讨厌他的人恨得要命。然后他另外一个英勇事迹是他娶了人家大富豪的千金 Elizabeth Barrett。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变他太太，他太太也是一个诗人。然后因为他本人太古怪了，人家父亲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所以他们两个就私奔了，然后从此变成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情侣。Browning 的诗作特色就是他很喜欢写戏剧独白，他写了一整本诗集全部都是戏剧独白。我们下周要读的这首 The Last Duchess， 标题怎么翻译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我最后的女爵呢，还是我上一个女爵？Ferreira， 有下面的注释有写，右下角注释一，根据某某意大利公爵的生平事迹，然后这个注释其实就跟你讲这首诗在讲什么，就是这个公爵呢，他第一个老婆年轻就死了，所以呢，公爵他又去跟原本的老婆的家庭去谈判协商，然后又要来了另外一个老婆。所以这首诗是以公爵的角度，他在跟那个家庭的谈判员在讲话，就是如何去协商再让他娶那一家族的另外一个女生。第二首诗我可能要稍微提点一下，这个公爵讲的话未必都能信。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读 William Blake 什么纯真之歌、经验之歌，纯真之歌有些地方也不可信嘛，看起来很美好，其实暗藏了很多黑暗面。这首诗也是，这公爵讲的话也许看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可是你看他讲话的方式，你看他在乎的是什么，你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好像不是他自己讲的那样。好，所以下礼拜来上课前请把这两首看完。今天到这边。